大家好啊，我是 Dr. Solomon。今次呢，我们呢来到英国这个叫做 Hever Castle 的地方，是六月份的。那我们刚刚来到呢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靓的玫瑰园等着我们。那呢，通常呢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呢，玫瑰通常呢都会还是一个呢比较有围墙的花园在里面的。因为呢，英国的地方比较冻，如果要 keep 住一些香味啊，或者呢要 keep 住这个玫瑰去盛放的话呢，通常呢都要起一些围墙啦，这些呢就叫做 walled garden 啦，即是有个围墙的花园。因为呢围墙里面呢通常的气温会高一点啦，没那么大风啦，同埋啲香味呢大家会发觉得到的。英國呢有很多這些叫 Rose Festival 或者 Rose Garden， 那就真的去很久很多道地方都有，簡直是去不完的。那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六月份一定要來英國呢享受一下這個 Rose Festival Rose Garden。